自由的飞翔，相信天后的事。鸟儿自由的飞翔，它挥动着翅膀。女孩许下了愿望，她怀抱着梦想。大人们让你相信天堂，黑暗中总会看见希望。大人们说是这样，后的事味道的确不是这样。生活中摔得遍体鳞伤，你到底还能怎样？是。